嗨，大家中秋连假下午好啊，今天过得如何啊？那我刚才在便利商店发现了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啊，又是美露啊，又是美露。但是这次的美露它是来自于波兰的，那这是美露的谷物棒。有点可可味，但是也有点塑胶味。虽然算好吃，只是吃起来有点怪怪的感觉。它全身上下都是一颗一颗的，内馅也是一颗一颗的，应该就是类似那种麦片。然后它只是做成小颗的这样子，那这个谷物棒大概就这么小一只，那我的手拉开大概这么小一只。那这个我没有什么评价，就是肚子饿可以吃就好了，觉得称不上太好吃，就是垫个肚子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买来吃吃看。那不喜欢看看就好啦。那今天中秋节连假，那就先在这里祝大家中秋快乐咯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快乐。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